又到过给 Kiss Be a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们来做泰式炸香兰叶蟋蟀，先把蟋蟀放到容器中，再加进鸡蛋白一起搞均匀，放一边，然后再加进蒜蓉胡椒 cookie 粉一起搞均匀。把已经切好的香兰叶和做好的蟋蟀放进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黄色，放在碟子上和荷花、切好的甜辣椒、红洋葱、柠檬、花生、沙甘、椰子丝和米昂酱一起食用，这样就把泰式炸香兰叶蟋蟀做好了。